重要的事情讲三遍，接上一条视频，接上一条视频，接上一条视频，早中晚都齐了，哈哈。哥哥是不是也喜欢小六啊？你瞅比划个小六你就乐成那样，金主爸爸还是懂营销的，红加蓝不就是紫吗？哥哥就是喜欢六啊，金主爸爸六六梅也喜欢六，哥哥妹妹一个杀青一个休息神影了，咱们不打扰他们，哈哈哈，咱们自己在科科细节堂。哥哥妹妹真的是很忙，短暂的同城时光结束了，妹妹踏上了录制新综艺的工作。妹妹真的是很可爱好瘦，远远看去像高中生一样，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放假模式，但是仍然挡不住我们磕 CP。 哥哥的小事四周年，最喜欢他开头的2023，而且是上下分开的哟，这是不是就在暗示爱傲爱战，哈哈。而且视频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紫色西装给力，花好月圆时，朝暮尽团圆。腾讯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你说巧不巧，哥哥小事四周年也是哥哥与妹妹的四周年。年年赏月，愿人如月长久，幸福安康，中秋快乐。哥哥四周年工作室发的爱傲爱战，紧接着妹妹小事也发博，有飞机三太阳花，酷飒的妹妹赶往巴黎时装周了，工作达人感觉风也很爱她。下面重点来了，中秋节那天哥哥妹妹都发了博，咱们先看妹妹发的是支持与老师的剧，那么在最后一张放了月亮，里面还有一只兔子，妹妹换了手机壳，里面有兔子站在爱心里。哥哥也发博，可是值得推敲一下，看那个大月亮是不是有点眼熟，看哥哥这个月亮不是圆的，像不像妹妹之前画的月亮。哥哥拍的月亮很像是22号下班拍的，因为妹妹23号杀青回的北京就是与哥哥同城了。昨天巴黎时装周妹妹真的好美，被杨子的回眸美到，那个拿手机拍的姐妹真的像极了我见妹妹的表情。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看到了许多妹妹的美照与视频，那咱们来分析下哥哥喜欢的蜘蛛侠妹妹合影啦。我是杨子，喜欢有一件红色的回国了，连轴转的工作卡在5号哥哥生日回来了，巧不巧。妹妹在博发照片了，每个地方都很眼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和哥哥之前去过的地方很相像，有种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，真的给人很浪漫的感觉，不懂的人只当巧合吧。妹妹在10:30左右已经到北京了，有点激动，是不是晚上就可以给哥哥过生日了？哥哥生日发了照片，一片粉紫填空中，小事给力发18张照片，完美出现嗷嗷，照片好多紫里紫气的，还有好几张半张的，另一半是留给妹妹嘛，蓝天白云不就是想妹妹了。这是又一套高定慵懒的妆发，好美，一举一动都透着优雅高贵，没想到妹妹对黄色也是演绎得如此美。哥哥生日有心形、心形、直筒形三种姿花，唯独对心形的闭眼许愿了，是想妹妹了吧，哈哈。哥哥的生日除了被阳光普照环绕，就是满屏满身的紫里紫气，其实这已经是很明显了，就差报名字了，让人不磕不行呀。连轴的工作确实应该好好休息几天，马上10月10号又要开始，哥哥也在拍摄当中，时不时给我们来点糖就行。就像这样，哥哥说总要见见太阳，然后妹妹就好啦，好啦，来啦。其实哥哥已经表达得这么明显了，就差报名字了，恨不得把紫挂在腰间随处可见，也就是妹妹要在身边，就像这样只想牵住你的手。看到哥哥生日大片里边的耳机线，突然想到了这个耳机线，下面还打了个结儿，这满满的回忆呀。还有哥哥大片里的这些灯，哥哥想到了什么呢？是在想妹妹的吧。妹妹刚休息了几天就又乘飞机去往下一个地方去拍摄广告杂志了， PUPU 也来送行了，细水长流。咱们先看看哥哥妹妹这两天暗戳戳的糖，哥哥非常喜欢的有线耳机还打了个结儿呢，是等妹妹来打开这个结吗？大概是表达想妹妹了吧，这几天都流行考古，那么今天咱也来凑个热闹，就考古考古，顺便也让那些新进的粉们看一下，咱们就不按时间线了，想起啥考古啥啊。我是她老公，老公，她老公，我是她老公。圣诞节当天，妹妹可是坐了8个小时，看了哥哥话剧上下场，中间休息的时候还去了后台，哥哥可见的害羞与高兴。拍摄花絮，为你遮阳，抱你入骨，想为你提琴。我的女孩，我的女孩，我想让别人，我想让他们。
羡慕你。这首歌是哥哥在星光大赏唱的，那次妹妹与哥哥共同见证了八秒红海，妹妹三回头等哥哥上台，哥哥三回头送妹妹下台，那也是让我入坑的名场面之一。还有后来聚餐摸头杀，俩人都没有辟谣，这不就是让我们磕吗？今天着实有点儿期猛啦，睁开眼看到这两条消息真的是狠狠的期待呢。妹妹真的是营业达人呢，看到了什么，妹妹来了个便装，真的很期待长相思第一季收官庆典。妹妹真的是好消息不断，这不又看到了商务代言又来了，注意看啊，妹妹在这个视频里边比了一个手势，然后又比了一个心，你看和哥哥生日里边比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呢？我希望找到老师的过境，对人诚恳，对事精明，我是雅静哥哥完美的爱情。妹妹参加上海时装周的服装一发布，立马想到了星光大赏哥哥那句不要脱衣服，天凉了露腰露背的容易着凉，妹妹又穿了一件外衣，和哥哥的感觉这不就来了，呵呵，俩人就是这样相配，好美的代言人。来看看俩人的感觉，好般配，好有夫妻相，那咱就多看看什么情况啊，惊喜满了又有糖了，好甜。首先来看哥哥家的大粉一起卡点1106发博，他们指定知道点什么。今天是一带一路十周年，哥哥献唱同路人，还有那天妹妹与关智斌同框上了热搜，哥哥家的小网宣又出来整活了，发了关智斌的死心悔改，那歌词真的是太有意义了，大家看仔细了，妹妹拍的视频里会居中了，这有种大片的感觉。腾讯认证的三部爆款剧，哥哥妹妹包揽，咱就说这地面怎么走，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，相信玄学吗？巴黎一年一次的紫色铁塔也迎来了妹妹参加巴黎时装周，还有月亮陪伴紫色铁塔，白天高贵典雅，晚上像午夜玫瑰，穿着红色好喜庆的颜色，也是哥哥喜欢的颜色。跟我走吧，我们去巴黎铁塔，我们去布拉格桥下，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。官方卡点2337，让咱们脑洞下，爱战战机红紫俩玫瑰都爱，相聚总是短暂，哥哥妹妹的巧合玄学上线了，谈恋爱有谈恋爱的谈法。开始就开始看航海王了，我是一名 OP 仔。Love dance, 对不对？